怎么又忘了？晚上好，老铁们。晚上好，还没搞，还没给他搞完，那再给他擦眼泪。这个样子就可以看狗的，搞眼。是一只小小的羊。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咪咪。小狗上学回家。小铁，给你们看看我们每天就这步骤要重复大概三遍吧，三四遍吧，给你们看看我们每天就是给他弄眼泪的步骤啊，就是如果你想养狗子的话，就是一定要就是说，你去哪里？这样子。如果你想养狗子的话。那我是要冲哪边呢？就这边啊，就这边啊，就侧着吗？对啊，这样吗？对啊。哦，别动。我们是一只小小的羊。小小的羊，首先，纸没有拿过来啊？什么？纸啊，纸没拿过来。谢谢一本老师，谢谢大家续费那个什么阅读会员。啊，我这是我们家呀。我上次你们问了，他那个什么门槛是20个人就够了，所以我们早就够了，我们就这么多人。我们有200个。大家理性消费哦，理性消费哦，学生党就是未成年不要消费哦。首先是干什么？哦，首先先擦，我已经忘了。看一下是不是。宠物博主，宠物博主，第一步还好，不是很湿，不是很湿，是不是、啊？如果他眼睛很湿的话，第一步就是要把他这个擦干。对。如果没有那么湿的话，第一步就是用这个。那要不要点一下擦泪粉的湿巾？走一下流程。好。你不许咬。跟你说，我们今天脾气不好啊。他今天尿到沙发上面了，尿到沙发上了，对，打屁股打了半个小时，对。然后呢，我们就是用这种，就是专门擦泪痕的，宝宝别动，哎，咬这个，不咬，不咬，揍你啊！谁允许你动的？不许动！不听话！这边，别动，宝宝。哎，听话了啊！不听话了啊！不听话，把你送去上学。越擦这种。OK， 搞完就变成那种就是留八字胡的狗。哎，宝宝，不要动。然后再把它梳一下。哦。哎，宝宝，就差一点点，最后一点点啊、哦，快点点。然后还要去吹了。
吹。然后去吹一下。什么？一天二十？一共二十？一共二十？怎么可能一天二十啊？就是那个什么门槛。哦，右上角的活动，右上角什么活动？我要参与派对。OK。参与派对。上面粘了好多东西。哎，我去问了，我去问了那个人，他说第一阶段是三个人，第二三个会员，第二阶段是二十个会员，上面还有吗？还有阶段啊？我问的客服哎，现在是十三啊，第一关大于三，第二关大于等于二十。那他这个不就是每天都要二十个吗？门槛是二十个，老铁，门槛是二十个。不可能二十啊！可是他写的是二十啊。我问了那个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五百的嘞。五百怎么可能会有五百？就是太多了，五百。他写了呀，第二天二十，我们现在是十三。对啊，对啊，没有五百啊。对啊，怎么会五百、啊？这上面写了呀，会员订阅人数大于等于二十。对啊。啊？可能还有第三关是吧？第二关是二十。啊，可能还有第三关。OK OK， 我是问那个人，反正他说有第二关。吹吧，是一天二十啊。哦，阶段性的呀。要搞吧，宝宝。那我给他吹头发啦，就是这用我们的这个，谢谢大家的会员，谢谢小花仙。是的。哦，只有两关，老铁，一共只有两关。宝宝，先吹。他一共就是二十，一共就是二十，没有下一个阶段了。乖，是不是？我们是一只小小的鸟。怎么在给我吹头发呀？你看这边啊，咬风呢？哎，咬风呢？小狗为什么都喜欢咬风啊？不知道。追风者。
还得养，还得养。哎，找人，大气点。小飞，去梳一下。我的头发都给我吹成这样了，给我搞成锅盖头了。OK。谢谢大家的纸活儿。游游结束了吗？没有结束呢。还要擦这个粉。哎，我来，等一下，我来。哎，是哪里？算了，我也帮你。嗯，不用帮我。不用帮你吗？嗯。哎，米米，听话。嗯。我们纸箱里是装垃圾的，对，装一桶垃圾，丢一桶垃圾。哎，咪咪，听话，听话，很快一下就搞完了啊、哦！给咪咪化妆。哎，请讲。乖，这边听话啊，听话听话就搞得快，不听话给搞一晚上。听话哦，哎呦，很快很快，最后一下。这个是泪痕粉，就是用来缓解它毛毛太湿的。谢谢诗雨老师。Thank you。这个是那种，就是让它这毛眼睛周围变得干爽一点。梳子呢？他刚刚还是拿过来了呀。这个吧。里面有东西，梳梳看。来，咪咪，躺下，哇，梳洗，梳洗，梳洗。哦。哦，痛了是不是？他俩这耳朵都掉下来了，对，不怎么立了，现在立了没有？哦，
还给你买了卡纸。小小羊羊咪咪，哦，谢谢，我没看到，不好意思。嗯，输上去，你卡住输呢？试一下，对，直接这样卡着输。我买了一个，他们说这种小狗狗要用那种。梳子的那种搞匣子的话很难搞，看一下什么任务，没有第三关了，只有两关，老铁已完成，就是20个，没有500，你这个样子把它包起来，宝宝。卡不上去，大了还是？你们是从哪里听说的要500啊？我们昨天问了那个工作人员，嗯，问了他好多回，他说就20。哎，哎，可爱死了！啊，别人直播间有500啊，那是我们，可能是我们没到那个量级吧，呵呵，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问的他就是20，官方回答的就是他可能每天20吧，他可能每天20。你真可爱宝贝，哦呦，嗯，哎呦，一下子变得秀气起来了嘞，这是有点显黄啊，这个是啊，这边有点乱，这边梳一下。有点米啊、哦！我给你看。哎呦！哎呦，真是个公主！怎么了，咪咪？想尿尿了是不是？今天的就是应该想尿尿，你没有把它放回去。哦，摘了不摘了，摘了不摘了，宝宝，摘摘，不让摘。不要在那里待着，他是要你抱还是要尿尿？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你要尿尿不？他在闻。要尿尿吗，宝宝？一个卡子跟你的窝一个颜色，请你喝水。哎呀，有一块。不好意思，好可爱。老铁，他很聪明，他现在已经会坐下了。演示一下，给大家演示一下，他现在会坐下了。他就学了，真的是学了一天。老铁，就是王宝上次就是教他，就是说教，一下子就教会了，现在已经会坐下了。
李明，坐，坐。蹦蹦的，都不用喊，坐就坐下了。嗯。明明，坐。很聪明的，真的很聪明。他们都说马尔基斯蹦蹦的，但是我觉得他挺聪明的。是吗？去外面试试。去外面试试。把灯打开。老铁，给你们炫耀一下我们家的聪明小狗。聪明小狗。咪咪，咪咪坐下。哎，坐着。哎，哎。哎，坐，不行，坐着，不吃，不行，试试我试。屁股一坐，哎，屁股往那一坐，现在这样坐，先吃完。握手，明明，握手，手手，到了听不懂的领域了。手，握手，明明，嗯，握手，不握，不会握，握手，握手，给我，给我，嗯，手手，手手，握手，嗯，握手，不会给手吗？是，里面握手，握手，给我手手。哎呦，我跟他玩呢。哎，自己叫自己的尾巴，不知道是不知道跟谁学的。你跟谁学的？握手，嗯。咪咪，喊他坐。没凉了，手里。啊，没凉也可以坐。咪咪，坐下，坐下。哎，没凉，舔舔手。好坏。会坐了，真会坐了，老铁。没有吃的他也能坐了，现在。咪咪来，坐下。嗯，坐下了。别骗他，这是没吃的，哈哈。不能再吃了，今天吃太多了，小肚吃的嘎饱。吃了。他长大一点了吗？有吗？他是不是放屁？好臭！哎呀天哪，快走！不要在这个区域待着，他还放了屁。你偷偷放屁是不是？你是不是偷偷放屁了？是不是偷偷放屁，想拉粑粑是不是？干嘛？你肯定是偷偷放屁了。在闻。亮亮是不是、啊？在这儿，在这亮亮，嘘嘘，喝水，又在喝水，哎，在闻，在闻，在这边，在这儿，在这儿尿尿，不许在垫子上，尿尿，尿一半，尿一半还要，嗯，在这儿尿，哎，过来，不过来，坐着。不动了，尿尿，又喝，他是不是缓解尴尬就喝水，就觉得挺尴尬就喝点水，他也没事做。喝一堆水，这能不尿吗？怪不得我尿到沙发上了。
哎，你要玩？哎，真乖呀，宝宝，来来，过来摸摸。哎，真乖，哎，真乖，哎呀，真乖，哎呀，果然是尿尿的，是不是？乖，谁呢？真乖啊！奖励一个，以后都在这尿尿啊！哎，真乖呀，真乖！哎呀，真是不错，真是不错！哎，摸一下屁股，真是不错呀，真是不错。说喝那么多水的能不尿吗？来来来，紧喝紧喝水，紧喝水，紧喝水，它能不尿吗？紧喝水，这怎么一个臭袜子？臭袜子！我们小周，我们小周，哎，是不是打嗝啊？打嗝还是肚子叫啊？你肚子叫还是打嗝啊？肚子这么鼓，肚子这么鼓，紧吃，紧吃，紧吃。没了，没了，还在闻，还要吃，紧吃。还要吃。没了，没有了。哎嘿。没有了，你是不是要拉臭了？是不是拉臭了？不许在这拉臭啊！没了，还在舔手。他是不是想拉臭啊？是不是想拉臭啊？怎么喝这儿的水啊？那么渴就？又喝，我真的服了。怎么又？小狗哪有那么多水啊？怎么又喝呀？哎，我真的服了，紧喝水。你是怎么了？喝水美容啊？喝水美容，是不是？是不是喝水美容？爱喝水，皮肤好。他就是很喜欢喝水。你这拉粑粑才抱你，听到没？哎呀，他就是喜欢喝水，爱喝水，所以皮肤好了。刚给你擦完眼镜，又湿了。搞出来吧。搞出来。嗯。他没吃啊，这刚吃完拉了粑粑。嗯，来吧。对了，正好给他擦一下那个。他这个叫什么？这个到时候他买个新的那个喝水的就好了。他这个喝水的有点大，因为大之后他就会漏水。他漏水之后，他就会漏到他垫子上，所以把他离得和那个叫什么，离得和那个那个近一些。擦一下。给你搞完，是不是？什么叫这个家只有我不爱喝水啊？看我没用的哦，看我没用的哦，看我你也要输的哦。这边，哎，
咪咪咪，憨憨的，怎么蠢蠢的，来叫阿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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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哎呀，那个支架没拿起来。小的。对。宝贝，宝贝，宝贝。怎么弄？纯欲小鬼儿，这么黑吗？黑吗？黑吗？嗯，还好。为你软软软。对啊。叫奶奶太夸张了。哎呀，监工了，这两天都在。他现在不是开工了吗？我们这两天就会去那个叫什么？去那个。我们工地上去看，嗯，看看他有没有好好做，已经开始砌砖了，怎么了宝？又开始，他想摘了，嗯，摘了吧，摘了吧，宝宝，别动，拍照吃，拍照吃，挺好，是不是？嗯，去看现场了，对呀、啊，老铁，他这个我以为他很多个师傅嘞，只有一个，他砌墙只有一个师傅。我们当然是穿洞洞鞋去的。为什么会担心我穿洞洞鞋去了吗？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是穿那个洞洞鞋去，然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昨天去的时候，就是他刚开始那个叫什么？这个太粉了，我不戴这个，这太粉了。给狗狗戴的，你要给他戴。对呀。什么巨星呢？这太粉了，这个东西太……我可以带个小的，小去哪儿了？太粉了，小瓜子，不知道。然后那个叫什么？然后我们昨天就是前两天去了一下，然后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你知道吧？我们是第一次见那个叫什么砌墙的师傅，对。然后那个师傅就是他这个样子，我说你好你好，他说你们是，我说那个我们两个是这里的业主，我们两个是这里的业主，他哦，他问我，然后他问我们，你们是新地，我说什么新地啊？我说新地是吗？麦当劳的新地，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师傅，你是要吃新就是什么新地什么？圣诞，啊什么？那是新地呀、啊，新地呀、啊，你们两个新地，不好意思，我们听不太懂这个长沙话呀、啊，听不太懂，听不太懂，兄弟，兄弟啊，兄弟啊，是，我是的，师傅，是的，师傅，没必要吓唬人，师傅是吧？人家才四五十了，你明白？啊，我们两个是一对儿呢，这样，你是不是？又不下不讲咋了，连夜坐火车跑了，连夜坐火车走了。而且在紧张里说，我们根本听不懂。你们新地啊，是新地啊，嗯，新地啊，师傅在那个
难理解，难理解。这是我一开始听不太懂，我一直以为他是在说什么心地心地。我们仅在，我们就在那里看，你知道吧？就在那里逛来逛去，那个师傅就是在那里，就是他本来在那里气，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他正好就是差不多要下班，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师傅就哎呦，那你们两个应该很年轻哦，哎呦，真的是蛮好哦，哎呦，那这个房子是吗？他说了，他说这个房子听不懂，没有，他跟我一起下电梯的时候说了。哦，我要去拉车，所以我就去拉。不拉车，我去拉车，你在家里面等我。师傅跟我一起走毛坯房。那是我以为师傅还在搞一会儿，他跟我一起走了。很搞笑是什么？师傅一开始吴老师他要去家拉车的时候，我说我不会要单独跟师傅待在一起吧？嗯。说他要跟我聊天怎么办？我一点都听不懂，显得我们就是不礼貌，是不是？嗯。显得我说那怎么办了？我还在想，我说要不躲起来，我要不躲到另一个房间去。后来师傅跟他一块走了，然后我现在受罪的可不是我了。然后他的那个师傅在那个电梯里面就问他，哎呦，你们是第一次装吗？我说不是哈，他之前有一个，那之前有个拆的吗？我说哎，小装的，他们可能小装哦，我还以为你们是重新在装修呢。啊，不是这个口音啊，我模仿不太出来。是长沙话反正是。是的。然后他就走了。紧咬。我觉得这个星期大概应该都是那个师傅过来装了。是吧？嗯，这个星期应该都是大概是那个师傅过去装了。还有一个问题，我有点想问，就是有装修的那个米老鸭，那个装修监理有没有必要请？靠不靠谱？靠不靠谱？第三方，就那种第三方的装修监理，嗯，就是那种，因为我们自己去，有时候你比如说搞那个水电什么什么东西的话，我们看不懂啊。我去了也没有他们顶多没请是吧？他们顶多不就是说有一个人过来了，然后你就会，做的认真一点嘛。但是我们也看不懂啊。不是啊，我们不懂啊，主要是那我们人在不在其实都没什么差别。他就算做的不好，他跟你说我就是这样做的，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这个装修公司确实有一个装修监理，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他肯定是跟那个，装修公司会那个一些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他就算是出有什么事情，他也是跟装修公司先说，他也不会跟我们说。对啊，而且他肯定是向着他们的，因为是他们公司的装修监理。他们也有可能是外包的这种装修团队。是吗？有事找公司就行了。也是，哎，纠结死了这些。他们互相监督，我们装别墅都没有请。看一下，经验好的监理比设计师以及师傅牛多了，是吧？大部分人都是说别去。抖音上有教的。大部分人都说别请是吧？那我们现在就请。收房的时候肯定是要找一个了。那我们现在就请。收房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收房的时候，你肯定要找一个人收房的那个，不懂也要装懂是吧？收房是什么？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搞完了，你去验房哦，交房的时候。那他本来不就是干这个的吗？装修监理。那本来就是你每一个阶段他去验一次吗？是这个意思吧？对，就他水电。你比如说水电做一半的时候去看一下，做全部的时候去验收一下，他其实就这个用啊，他也不是说在旁边一直盯着他，不一样是吧？他是所有的东西装好之后，他要检查你全屋有没有那个遗漏的那种。哦、那你说请忍者去？那你说如果他到时候那种墙的，比如说砌的不好，他都包起来了呀，你也看不到，是不是？所以就要去盯啊。对吗？对吧？所以，那你。我觉得其实前期也有点用，最好是上午去是吧？验收的时候开直播，人家有需要自己敲的。那要不我们就把这个找个手机去架到那个房子里面，每天早上他们到了之后开直播，你不看着他装，你不看着他装，然后你播24个小时。对，我把那个连线打开，你有什么事你连上去，你说，哎师傅，那个地方做的不太好啊，你重新改一下，重新改。师傅说，谁在说话？
啊，我们现在有啊、有2000人在看你，你最好就是给我注意，你最好是注意点，对，是不是？几千个人都看，你最好是注意点，你小心点啊。啊，师傅过两天，哎呀，哎呀，好累呀，休息一下。哎呀，不小心把手机打掉了，我、那就算了吧。哎呦，我们这个黑我们自己去，就主要是我们像我们昨天去的时候，我们就是看那个就是砌的那个砖啊，嗯，我们一看不太懂，说实话。我其实拍照发给那个一个，就是装修的、哎，对，就是跟我们一起装修的一个姐姐，嗯，然后我发给她看，她说是还可以，是还可以，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对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是摸一下，嗯，嗯，啊，嗯，啊。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个墙，嗯，得是给哪个设置？设置。然后更多，今日，更多。今日不在，嗯。OK。美凤嘛，哎，我也没看清楚什么什么美凤嘛。什么美凤？不需要太懂，你们只要人在就好，是不是 ？OK。看墙体没直，这个肯定是直的。你肉眼能看出来吗？还是能看出来吧？对啊，我们也不可能是找那种很烂的人搞，但不可能会有这种低级错误。没有，还我只是在砌砖，但是没有，还没有贴瓷砖。哦，瓷砖有做美缝吗？那都是后面的事情了。对，我们瓷砖都没进场呢。对，还没进场呢，水电都还没进呢。对，地暖也没铺。是他只是就是说，我们比如说砌墙，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要把房间分开的那个砌墙，现在正在砌墙。瓷砖是要做美缝了。瓷砖肯定要做美缝的呀，不做求曲的。对，才刚开始我们。哦，他干嘛的事？在干嘛？他在玩我的衣服。那就行，玩。里面也有。忙啥？忙着玩我衣服呢。哎，美缝贴瓷砖要什么？看他们砖块的。砖的排法不是你昨天就是问了吗？是不是啊？对啊，你们说的是瓷砖的排法还是小地瓜？老铁，我老地瓜。哎呦，你老铁，我现在先小小批评一下某些人啊，我也不能批评大家吧，就给大家一个合理的建议。我是确实说过，我说大家可以去留言一下，我说你好博主，我家里最近有什么什么，对吧？对吧？但我没有叫你们每一条都是一模一样的。我问了小地瓜好像在营销号。我一点开，我眼前一黑，我说这是什么？下面写的什么？第一条热评：你好博主，最近想装修，有没有合适的洗衣机推荐？紧接第二条：你好博主，最近想装修，有没有合适的冰箱推荐？第三条：你好博主，有没有什么？点点一看，点好像那种就是我买的那种，就是那种。那僵尸粉买的瓶子，输入关键词你好博主，最近想买东西请推荐。真的好离谱，好像你们有刷过那种微博吗？那种营销号的微博底下评论都是一样的，发了个男的的照片，底下这个评论就哎呦美女真漂亮，然后发了个女孩子的照片，哎呦帅哥你这身衣服真帅。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哎好像不能说，不能说呀，那还是那我就是要说一下啦，是那个，其实很搞笑，但我怕说出来不太好。那别说了吧。但很搞笑，我先跟你讲吧，不然我真是受不了。好。别说了。好。我真的好。Nobody care。好。Sorry。你说是不是很好笑？不好笑。蛮好笑的。然后呢？好笑。然后我们那个就是你知道吧？我们只发了一条。刚刚有人问，就是说小地瓜有没有装修广那个家具广告找你？我们只发了一条。但是还真有一个在问。真的有一个在问了，我们只发了一条，起码就是说，在力起码都要发几条之后才会，就是人家才会，就是说你点进来才会发现你是那个什么、啊、做装修的嘛。我们确实有一条，在问我们是什么东西来的，是那种小小的洗衣机，那种洗内裤啊，或者洗狗狗衣服啊。嗯，只是询单啊，没有接到，没有接到，嗯，没有接到，不好说，不好说。
我们多发，我们多发，还可以，还可以。是，下次说不定就是那个双开门大冰箱了。哦，是的，是吧？总有一天嘛，米莱呀，立大功，米莱呀。丫丫对立大功，干什么？谢谢丫米，谢谢丫米的会员，谢谢丫米的年度会员，专业，确实是专业，确实是专业，确实专业，就是不是很自然，就是专业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吧？有点太专业了，我的天，太专业了，真是厉害。不过说实话，广告方就喜欢看这种东西，是啦，就喜欢看他们。专业团队，李老鸭专业团队，我、哦、以后开公司。你要干嘛、啊？我卖水，我卖水。又玩。哎，忙死了，给。忙死了咪咪又渴啦，只是伸个小舌头啊啊吹米老鸭专业版吃啦，哎，吹了我也缺氧了老铁，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去干嘛，我们今天去游泳，我们就是在附近找了个游泳馆，就想着说去体验一下，对，体验一下，有点小贵。我说实话，我们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真是有点小贵，我们就是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去，但是今天下定决心，说是去吧。去了之后，它里面有这个游泳池、桑拿房、浴缸单间。浴缸单间。啊，不是浴缸的，我且有泳，我还可以去，你别说了，我还可以泡浴缸。那、哎、我家里还买什么浴缸呢？我每天我去里面泡浴缸就完了，我不在家里泡。那游泳池不就是大浴缸吗？你想泡在里面死放死泡，还有那种淋浴的单间，像我们之前去的那种单间，它只有个帘子隔着，是跟里面洗洗洗，有个帘子，还有人随时可能拉开。是，哎，它这个不是，它是一个玻璃门。玻璃门搁这咔关。浴缸单间啊，还哎，然后还有桑拿房，我们在里面泡桑，就是蒸桑拿。泡桑拿，我在里面泡桑拿，真的很舒服，很暖和。我在里面泡桑拿，你知道吧？一般的这种游泳池里面都没泡桑拿的地方。啊、我订的前往 America 的票到了。哦，那我现在就出发。好，拜拜，再见，我要去美国了。关我屁事。你就咬我的衣服是不是？咬完他就咬我的。然后我们在那里蒸桑拿，蒸得很爽很开心，因为想着就是花钱了嘛，得再蒸回本，就是在那死命蒸。结果进来一个大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啊，进来就哭哭就是加水，他一丝不挂的，他在里面死命死命加水，我就吓死我了，扛不住了。对，他一丝不挂，他就是这样。一般都会起码就是围个浴巾什么的，是吧？是啦，你像我们就是围着浴巾的，我们穿着泳裤还围着浴巾啊，比较保守的两个小男孩，比较保守的两个小男孩直接就荡着进来，荡着进来往那一坐，好吓人。一个按钮就摁一下他就放一次水，摁一下就放一次水，他紧摁，你们知道他放完水之后温度就会升高，对吧？对，我以为是他自动放的水啊，我不是，我知道，我知道是他按的，但我没想到他要按多久啊！我想着他可能是觉得不够，他按个一两下，然后等待，是不是？因为你要有一个缓冲的过程。他这样，他就坐在那儿。米放屁了，米放屁了。你放屁了，宝宝。你看，他因为你放屁不咬你了。没有啊。他就是放屁了。放到我衣服上了，你闻？哎，我不闻。你这个人啊，奇怪，我不闻。我可不闻。哎，喂？我一揉他肚子，他就放屁呀、啊！行了，不揉了，继续说吧。然后那大哥就坐在那儿嘛，那个按钮在这个地方，就像，那在流水。我不知道那大哥怎么回事，他还放着新闻联播，他还在听一个新闻联播。完了，你坐在那儿。很搞笑，我是不敢看的，我这个样子，我这个样子一直对着我老公，因为太吓人了。我看着他了，他就这样，他看起来好像很愤怒，我不知道他在愤怒什么，也不穿衣服，在那坐着这样，刷着流下水，
龟说，啥流？然后一直流一直流，我坐正对面着那个炭盆，然后我已经有点受不了，一股热浪朝我的脸扑来，真的是热，我也说不出话了，我说，操，真的很热，恨他，而且他好，而且他真的就是要干嘛？而且还干什么？他还带手机进去听新闻，吓死了，上面都写了不能带手机。都写了不能带手机，怕那个电池爆炸了。他带着手机进去听新闻来，一边听新闻一边怼那个叫什么搞水的东西。我们两个都就站住，走吧，走了。然后我们去洗澡，洗澡，有人非要跟我一起洗，我可没说，我说洗澡了，我去那个洗澡的那，你去那间说，哎呀，一起洗，我去一个喽。因为那个洗澡的隔音，哎，不必多说，我懂你什么意思。那个洗澡，哎呀，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们俩就是关系，不要说那些有的没的。人家你洗就洗，直说洗，不用害羞。嗯，跟哥一起洗澡，不丢人。那洗澡的隔间太远了，离的太远了。他明明就贴着，他明明只隔了一堵墙。可是他很大，你从里面走出来花很久时间。你要干嘛？他里面很大，老铁，他毕竟是一个就是叫什么单间浴缸，他毕竟是一个单间浴缸。是了。是了吧？是了。他很大，所以就是算了，那就是一起算，因为我们带那个洗发水，带那个洗发水。他洗完洗发水他要递给我，太远了不好递，是不是不好递，你要走好久呢。你看他打我。大哥急想赶我们走。好尖锐声音，你唱高音啊！你小夹子，老铁，现在是小夹子嘞。刚刚在那个沙发上玩的时候，啊，叫的声音老粗犷了。他自己在沙发上跟那个娃娃玩的时候，跟那个娃娃打架了，这个样子叫的，在那沙发上老粗犷了。自己玩的时候，人帮你，你跟他玩，就这样，然后没人的时候，什么？这么大人一起洗澡，怎么样？好兄弟，好兄弟一起洗澡怎么了？好哥们一起洗澡怎么了？你没有跟你的哈，是不是想尿尿了？你又想尿尿了？是不是在这闻？是不是？你说话，你说是，你点头。他想喝水，应该一直伸舌头。渴了，你玩这么久，那你肯定渴啊！你玩这么久，你在这蹦，走吧，你在这蹦，你这帕拉梅，你就坐，你坐一个小时，你不累啊？你不喝水啊？你已经在这里蹦。你在这里蹦，正好给他加点水。紧在这里蹦，他会说话就更吓人了。我会教他说话的，老铁。我以后教他说话，他以后就是说，他就会在这下播。帕梅拉，不好意思。因为我心里就是老想那个帕拉梅拉，会就是。帕拉梅拉，疯男人，什么？小地抓是哪儿的？小地抓是你新开发的软件吗？小地抓是什么东西啊？哦，米老鸭还会自己新开发软件的？什么？被他喝完了，你说说，我洗个手去。
你说说，这小妹妹她明天她肯定就是说皮肤很好，因为她喜欢喝水。哦，专门做哦，王宝那个软件是不是？哦，倒闭了，倒闭了。因为阴阳怪气的人就那么几个，阴阳怪气的人就那么几个，所以。我用洗手液，我用。没用洗手液是不是？小鸡抓，小鸡抓。小鸡抓。小鸡抓。小地抓，你是小地抓，缺个人洗澡，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啊，这里只有我们两个，刚进来好大一个人，那不然呢？不是人是什么？我洗，帕拉梅拉，谁？你要给我买帕拉梅拉？可以啊。啊，我给你买一套那个帕梅拉，可以啊，贷款，贷款三百遍。可以骂人吗？哎、好啊。可以骂人吗？你想，哎，你试试那个什么东西啊？哎、不要再说喽，扣下笔。我骂你了。然后我们这个大哥，就是我刚刚想说什么的。刚刚想说什么，那哥想赶我们走，结果把自己热晕了。但是我出来的时候看见大哥好好的。啊？为什么？他们可能比较抗热吧，从他那个塔克拉玛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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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克拉玛干，塔克拉玛干，塔克拉玛干，塔克拉玛山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听到了没有？塔克拉玛，我吴老师发话了。塔克拉玛，现在立马改名叫塔克拉玛山。塔克拉玛沙漠，他在那个塔克拉玛沙漠就是上班，上班之后回来就是长沙，就是想就是说那个什么，想蒸一下汗蒸、嗯。到底有多干？真的很干，里面很干，真的很干，像沙漠。是沙漠，我的爱，我的热情。就像一把火燃烧掉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要那个我佩服我，也佩服我，就是沙漠里最热情的火。我看的什么沙漠，什么鸡这是一只鹦鹉，它的名字叫石彩。石彩，来跟石彩打招呼。它为什么叫屎啊？一二三，好难听的名字。是大家跟我一起说：“你好，石彩，你好，石彩，你好。”哦，会说话。你长得真漂亮，可以亲亲嘴。又死了。大家不要那个伤害小动物啊，小动物，他我们是好玩的，不许伤害小动物啊，再给我追一下。哎呀妈妈，我给你个，哎，实在对，所以是什么韩国市场，韩国韩国韩国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笑。你是恨国仔。有事吗？有事吗？有事吗？有没有什么事啊？我们追求的是世界和平，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好吗？好。好。大家解锁一下人气票啊。因为我还挺想吃火鸡面的。还是有可取之处的。说什么？可以解锁了，可以解锁了。可以解锁了，放心解锁吧。放心的解锁吧。You got me feeling your tension. 你为什么就这是不是海豚音啊？
我是海豚音啊。我也试试。我的衣服这么大，我为什么我的衣服这么大？又穿着我老公的衣服。非要我讲。没有看过那种电视剧里面那种，就是说穿着老公的那个白衬衫就是什么的吗？没看过电视剧，还没有看过小说吗？早上起床披着男朋友老公的大大的衣服。嗯，我要唱海豚音了。虽然很大，但是听到了，很温暖。上面留着我男人的味道。现在都是狗味，哪有我的味道？我们俩现在好多衣服上都有狗味。然后我们整个家里面，我不知道跟大家讲了没有，我们家里面只有两种味道：狗的香味，狗的臭味。我穿过吗？啊，boyfriend 的。没有买过这种衣服吗？男友风 boyfriend 的。你有时候买的衣服上面都写着大码男友风，是不是？我来唱海豚音了，好听吗？你好像海都卡痰了。什么好听？好听。这海豚也是那个比较小比较小的海豚，小海豚，小海豚，小豚。不好意思啊，而且我今天刷到一个微博，哎呀，我老是刷到这种不好跟大家讲，算我跟大家讲，反正是外国人。什么呀，我今天刷到一个微博，他说他的微博标题叫做美国，哎，不好说，说米国失去了国宝。我说我正好点开图片，我说是美队，我说为什么美队是米国的国宝？他们说美队的屁屁没了，他们说屁股变小了。说米国失去了他们的国宝。哎，那确实是的。嗯，确实是的。嗯，什么什么好神经啊，你说咱们俩每天，好神经啊，每天看到点什么东西啊。是呀，我穿过，我当然穿过了。嗯，我也有微博吗？不好意思啊。哎，你看这个卡真好看。走了，明天上班啊？你怎么周末还上班啊？你怎么周末还上班啊？我的妈呀！人家周五都休息，对呀、啊，是啦。为什么？为什么？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不行，你去吵架。不允许上班。让我看看。你直接掏出劳动法。哎，看这个，上班是不是？上班，让你上班。你可能会赢得这一次这个不上班的机会，但也失去了永久上班的机会。有人连我了 ，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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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没有，小伙伴，我们怎么说？怎么弄一把？我们怎么玩？我们再拉两个人吧，我们组队玩，我们两个一队。好的啊，我们三个一队，咱们两个一队，然后再拉人是吧？我看一下啊，拉人的话，拉个什么样的呢？拉个什么样的呢？都可以。什么样都行是吧？耶、yeah. ！好，我拉一下，我拉一个，来了。才艺军是不是 ？Hello Hello。那个组队 hello, 组队军。Hello。跟谁呀？你好你好，尤桑。跟谁呀？嗯 ，Hello Hello。Hello Hello。Hello Hello Hello 哎呦 ，Hello 好久不见。嗯 ，Hello Hello。哎呦哥 ，Hello Hello Hello Hello。咱咋玩？啊，我们怎么玩？这个杰尼龟说组队。跟谁？怎么组？怎么个组法？怎么个组法？那我们跟王总一队吧。跟我们俩一队。那关老师跟那个 AU 一队。AU 哥，那你俩啊？等等，我上来就拖 AU 后腿啊？没有，咱拖后腿，咱拖。没有，你们都猛，主要是这个。那我们就是属于一二奖励三四呗，
属于一二，我俩一会儿一会儿的，然后一二乘以三四，对对对对，不是不是不是一会儿一会儿的，那个输的那会儿那个什么嘛，是吧？啊 ，OK OK， 那不然赢的那会惩罚，都赢都赢，来，那我们开吧 ，OK， 来开吧，好，那就闭麦了，一会儿见，好的，一会儿见，然后此处吧，嗯，啥？哦，怎么了？那十分钟就十分钟吧，老铁，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哦，谁开的？不是我们开的，小王开的。OK， 现在他们都好喜欢打十分钟的，你发现了没？对哦，我们这两天刷到他们都要打十分钟的。喂？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快节奏了吗？我的什么关注？微博关注吗？哎呀，那好多都是那种营销号。嗯，就是那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国民校草那种什么什么的啊、哦？以前有推过我，然后就跟我互关，然后就加了我那个就是小小绿泡泡，加那个绿泡泡，然后就是推过我的照片什么什么的。嗯，现在就是给人家取关也不太好，都好多就是那种就是营销号啊。是吗？啊，都是朋友。我看看，问不得都是朋友。我现在把它取关，没必要。我们其实也很少会去刷这些关注。我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谨慎，我总觉得我以后是大明星，所以我老是把自己的那个关注控制的非常精准。每次就是关注一些就是，哎呀，看起来很正常的东西。我的关注吗？这是很正常的，而不是很久之前的。我真是记得，就是有好多都是那种就是营销号了。哦，是吗？我倒去看看吧。嗯，那试试呗，那咋办啊？你给他杀了？妈呀，那试试呗，你自己偷摸看了得了。这都推荐给我了，你看你，那又怎么样呢？哎呀，嗯，哎，想激化我们的矛盾。哎，想让我现在说，哎，你怎么关注那么多男的呀？我可不行啊，我生气了，你现在当我面把他取关了，我生气了，我有时候哭流泪，流泪哭流泪。我跟你说，在我们这儿看不到这种，看不到这种，看不到这种，看不到这种。我板儿要是介意的话，我早就把他取关了。是吗？但他好多都是跟我互关的，有时候就是那种营销号，哎呀，不知道。你说取关，你就影响不影响什么东西？说实话，对啊，就是取关也没有什么不礼貌。我感觉我取关了好多朋友，好多跟我互关，我直接取关了，是吧？对啊，我不在乎，我不管他是谁，我过段时间看不到什么东西喽。嗯，哎，抖音是没有了，抖音早被取关完了。抖音那抖音我们现在也不用那个大号刷微博，基本上不是。抖音不用大号刷抖音，都是小号吧。你就是用我们那个不用的号刷的呀，嘴硬的那个号刷的。我不用，我是用嘴硬刷的。对呀、啊，因为我没有小号了。我们不怎么刷的。小号都没了，所有的小号都没了。我真的不看微博，老铁。对啊。这是真的。我刷微博就是看一些搞笑的东西。你们自己看吧。少道德绑架我们，什么什么没有谁说要必须取关什么的，我让他取关那是我自己的选择，你们没有权利说，哎呀你取关掉吧，怎么怎么样，你是谁呀，凭什么取关啊？那我那是我要愿意，我愿意让他取关那是我的事，我有这个权利，我有这个身份，你是什么身份啊？你取关掉吧，你这样你会不会不太好啊？还有人说，哎呀那个王醋你怎么一点都不介意啊？那我咋办呢？我说你呗，谢谢 Jerry， 谢谢 Jerry。没有必要就是在爱情里面去绑架另一方。我刚开始就是不成熟，对吧？我刚那也没有我，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哎，你别说这种话。我跟大家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小男孩，他就会有那种，哎呀，你不要说我这个这么多人，我那个你。
这很好啊，但是感情也很稳定，生活也很幸福。嗯，这其实无所谓，我们俩平时看什么，其实到现在都无所谓。我们也知道对方的手机密码。对啊，我们就是刷的那种什么什么明星帅哥啊，或者是什么乱七八糟，我们都会互相看。我说你看，这个好看。对啊，对吧？什么 idol、舞台什么的。对啊，很正常。嗯，无敌杰尼龟是什么呀？无敌杰尼龟是什么呀？哎，我这个人就是忘性大。我老是哎，我过一段时间我就忘了，过段时间可能想起来了。嗯，我刚看到一个啊，说哎呦，你怎么不取关掉啊？这种，你怎么神奇？我只在乎他的感受啊，老铁们。嗯，谢谢爱吃甜瓜，他喊我，他就是如果想喊我，就是说你是如果要取关，我立马把他全取关掉。你什么营销号？其实我怎么在乎的。其实我现在就是，我也不怎么看，也没什么联系。对，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是为什么，我就感觉我现在是对自己比较有自信。嗯，就是对我老婆爱我有一定的自信，就不会像以前一样患得患失，就觉得哎呦，他如果比我帅，或者他身材比我好的话，会不会怎么样？你现在不会有这种想法，对吧？因为你知道对方不会因为这个事情会觉得怎么样，是的，也不会说哎你看这男的比你帅啊，你怎么怎么地，其实就是没有男的比你帅。哎，那确实很少，没有，我只在乎老公的感受，其他人的感受我无所谓的，你在这里说关我屁事啊，滚远一点，是吧？不要自己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挑拨我们两个之间感情的，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哎，不知道怎么说过，只针对那个说风凉话、啊，哎，只针对那一个人啊，没有说大家。哎呦，你怎么关注的都是肌肉们的？没有说这种，真的很正常，是、很正常。其实我早就知道，我没有让他那个。无敌杰尼龟可能是一个帅哥吧，摸不指甲，是一个小帅哥吧？嗯，是个小帅哥吧？网络上的帅哥嘛，消失一下很正常。是啦，网络上男人就是神秘又神秘的。是是是，网络上的男人嘛，是不是？好了，我过段时间就想办法分享。想办法。直播间怎么有狗？看到吗？哪儿啊？刚才有一个人是我。算了，不说了，我怕我说出太难听的话。骂。我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帅哥你来呢。发亮龙迷王大仙又是谁啊？哎，给米米开号，我们要去重新申请号码，对，没多余号码了。号码，然后给他把全平台的号都开。也没有什么全平台，要只有米米和小弟抓。谢谢奶绿老师，我们米米是要走向国际的。给他开个 ins 好不好？算了，我们俩 ins 都不接。谢谢一维的天空，谢谢一维的天空的爱你。要去开个号，一分五十秒，去拉个链，谢谢微信的可乐，谢谢微信可乐的小珍珠，谢谢月星老师，谢谢月星老师送来的快乐的小钢琴。哪有什么全平台啊，妹？有什么全平台？谢谢编号102，谢谢编号102会员。嘴硬的号还没发出来呢，还没放出来呢。而且嘴硬的号放出来之后，我们准备把它做装修日记了。咦？怎么没有？给他开号，自己，谢谢天高任鸟飞。应该是只有那个抖音和那个小地管了，就是两个同步更一下，怎么可能给他开全平台？我把米迁到我们突兀公司来了，然后我跟他分成，我给米米开个 QQ 空间。哎，嘴硬限流，老铁，谢谢鸭贩子，然后那个就是什么？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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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风哦，结束了，马上了。
OK。还有一个呢，在我耳朵上。哦，在你耳朵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辛苦辛苦。是有点难，我是觉得。这样。什么 QQ 啊？还有给米妹开个空间，我把米妹穿到我们那个。穿的那个签到我们自己公司啊，突兀啊，签的那个突兀，然后我这个我跟他分成我9.5，他0.5，可以，然后再扣他的那个扣他的那个税，对对对，我找这边，哎，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月星，谢谢微醺可乐，谢谢帅坤里，谢谢静婉老师，谢谢满牙汤，谢谢天高任鸟肥嘟嘟，谢谢 H 甜瓜，谢谢 Darling 老师，谢谢李小鸭，谢谢透明尖儿 ，Thank you buddy， 辛苦了辛苦了。咱是赢了吧？这算数这么好吗？感谢词句来，谢谢五六七八，感谢玲玲，感谢李，感谢画画画，感谢三岁。等以后我给你们讲讲我在那个时候的主打性价比偷塔啊，兄弟们。绝了绝了，真的抱腿成功，家人们，主打性价比，来吧，太会偷了太会偷了，主打性价比，主打性价比，你来吧，就差200来分，我能发阎王刺绣吗？我能发，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哥，我想点一个那个如愿，行不行？没问题啊，没问题，行行行，那我直接就来，好吧，来一个如愿啊，然后那个送给 AO 哥家的所有朋友们，送给咱们四个直播间所有朋友们。好，一首，再等一下，找一下伴奏。太精准了，兄弟们，太精准了，差200来分。关麦天真拖后腿。我还没，我用我上吗？这一条。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惊风，我是你招福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嫁与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忘啊，愿有忘啊，这生是每一天。我们唱一段还是唱一段还是唱多少？你能给最后那一段唱了吗？好的，没问题。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孩子们啊，酣睡梦乡，像你深爱的那样。而我将梦你所梦的团圆，愿你所愿的永远，走你所走的长路，这样的爱你啊。我也将见你未见的世界，写你为谁的诗篇，天边的月
心中的念，你永在我身边，与你相约一生清澈，如你年轻的。如愿啊，送给咱们四个这边所有好朋友们，谢谢收听，谢谢收听。王总，真有李健那味儿呢。对，因为我没有开嗓，只能用那种热回。他见你都知道啊，我的妈！哎呦我的妈！那个啊，那秦一归你们也来一段呗，那咱就才艺呗，就一人一小段，好不好？那个，哎呦，对我正好我也蹭一蹭，他正好说上那说上来听一下。我们那你呢？我们两个派一个人，当然我也唱了。都可以，就。你们来个对唱呗，英文歌，哪个好听听哪个。我们试试现在不，我们派一个人唱啊，我英文。你们对唱呗，啊，我们对唱也行，行行，嗯，怎么对唱？你瞅我，我瞅你唱吗？啊，对他一句，他一句啊，挺好，挺好，小酒窝那样的。上台啊，唱一个。嗯，行。哇，嘿嘿嘿。嗯嗯和声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哇，这个效果哇！对，这个是什么什么？这个声音效果特别清晰，特别清晰。你们用的是什么什么呀？我可以方便问一下吗？就声卡什么 ？Studio MIDI Plus 声卡 ，MIDI Plus 啊 ，MIDI Plus Studio M 或者 Studio 4是吧？然后就是那为什么可以？就是好像你们都没有麦克，就直接可以唱呢？103是吗？麦这可能是那个调音老师调的好吧？对，调音老师调的好。好听，子秀，你能弄出这动静来吗？我这个麦克风不行，我是手，咱们仨是一样的。哎呦哥，他那个贵吗？他那个麦克都一样，都一样，麦比咱们这个比你们俩的贵一点啊？我这个贵一些啊？是吗？你们那多少钱？我房卖了能买不？哎呦我的妈，2000多吧？2000多？你这假的吧？复刻的。我是一个老师，就是2000多有这效果啊？复刻这假的，将近3000，是吗？我不知道方便方不方便，我等会上你屋刷费8-9K了，这得要真的吗？这个型号吗？就这么贵？你这个假的声太好听了，你把假的连接。这还是胖的那个，这还是胖的那个更贵。我不记得了，
他这假的比真的动静都好听啊！你这假的、有没有可能是人家唱的好呢，宝子们？行，别纠结了。请问一下，哎呀，那我那个，这个效果真的好，真的。那我先来吧，然后哎呦哎呦，老师压轴好吧？哎，都行都行，行行，压轴没压轴，不是压轴，因为我这边我是舞蹈频道的啊，但是由于我过于突出，我就那什么吧，嗯。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卡上衣通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70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OK， 一小段，我父亲的散文诗啊，送给你们。好听，好听，好听，太好听了。好嘞，有点民谣这种，那种感觉。谢夸奖，谢夸奖。好听，好听。能文能武。对，我跳舞，是舞蹈频道的。我也唱个流行歌吧。好嘞，好。哪个？咱唱个什么呢？我还没选好。我唱个粤语没事，慢慢啊，粤语，对对对，粤语的。那我好像知道了，那歌叫啥来着？春娇与志明，不是不是，使劲想想，最爱，大话西游，一生那叫一生所爱。谁的歌呢？谁的歌？我们帮你哼一下呢？咱哼一下。伤感的歌还是快的歌？我唱一个那个《月半小夜曲》吧。好。好的。炎炎雨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因自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仍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人缺个只滑流，谋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满我的空虚，这晚夜某有吻别，现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陪他占有，他是这月儿仍
近道走到走着，明月半倚三周，我的牵挂，我的渴望，迟迟以后。好听，好听，非常标准，非常标准了。我们家人说，我们家小姐姐多吗？在那块说，哇，对面怎么笑起来痞帅痞帅的？你这一天，你看看，还唱歌呢，你夸人。感冒了，我有点感冒鼻、嗯。好嘞，好嘞，开心快乐，嗯。辛苦了。杨文慈用不能换，非常好听，非常好听。不是我，因为我听不懂粤语啊。啊，我也听不懂，但是我能感觉到标准，嗯。对。好嘞，好嘞。OK， 那个钱金贵老师，咱俩点关注呗，我是能文能武啊，上蹿下跳啥都行。哎，好嘞，好嘞，没事，我没事。哎呀，真的是，好嘞，开心快乐。好了，拜拜拜拜，下次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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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金贵，拜拜。杨思静，你等一会儿呗。嗯，好嘞好嘞，拜拜。我们没有假货，这个就是版本没那么高，对，它可能就是版本真的没有，就是说原价没有假，原价真的没有9000那么夸张，老铁，没那么多米了，我们这个是2K6买的，是2700，2700，2680，两真的是这个价，真的是这个价，他们可能就是认错型号了，老铁，可能认错型号，可能还更高级一点的型号。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就是有人夸我们这个麦清晰，很开心，很开心。可能是调的，对，老师调的好，捞着了，捞着了，捞着好，捞着好，捞着了，捞着了。迅飞飞老师，不会觉得现在的我还是原来的我吧？不然呢？火力吧，我们迅飞飞老师了不起了哈。最近就是比较火嘛。拉人吧，把你互联网觉得最有条件的人拉上来吧。今天我就要与你们就是叫什么？与你们，啊？拒绝了吧？被拒绝了吧？不是，我在找，就是叫什么那什么，就在性价比。Hello， 顺车老师。Hello， 费费老师啊。顺车老师，感觉容光焕发呀。是的呢，是的呢，最近不少挣啊，菲菲老师、啊。刚看，刚在楼下就上你直播，在搁那哭哭要会员，那也可能是。菲菲老师，你这个局，你这位你没打过啊？菲菲老师，刚才那局啊。哎呀，什么局啊？什么局？霸局的。来吧，什么什么玩意儿啊？那我拉一个，就是二椅子啊。我看多椅，我看看拉个椅的。嗯，你看你们那边有没有？我这边全是女孩子。我看一下，看一下。嗯，王本在干什么？王本就连上啊啊！我拉一下试试啊。好多月神月，可不真的。还有我的妈，可乐老师啊，老师，可乐老师。Hello， 那么直接开始吧，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直接开始吧。大家有分再说话吧。哎呀。什么呀？你现在干什么去呀？你刚刚怎么会呀？把钱就全完了。我有39分，我现在43。你39分没有到100票，老师。我600。你妈那满算3.3块，你逼是啥呀？信飞飞，你不要说话了，刚凑了，马上就开始，人家不知道玩什么呢。你看看可乐老师的一脸懵逼的表情。你下次你把人家拉进来，解释一下规则嘛。你急这么一点时间干啥呢？2分钟，比较忙，新飞飞老师比较忙。忙什么？忙着催会员，忙着找音了。走量吧，走量。呀嗨呀嗨，噔噔噔！这一个个那了新飞飞，那怎么干啥呀？稀罕我呀？天天的啊！你说吧，车哥，你说完，我还蛮想听的。新飞飞是不是稀罕我？怎么还头回上我直播了呢？又会员又8元的，天天发新新飞飞，那怎么回事？这么狂妄呢？天天低了了唱那小臭歌，咣咣大吉他都冒烟了都，还咋的呀？一天呢，多大岁数了？啊，飞呀，霸顶了！你说你搁成都认识那些线下那些流马烂的那些干啥呀？那都是啊，啊？那一个个认识的上来认识个朋友，上来跟我说啥？兄弟们，第一次跟新飞老师见面，真的兄弟们。那旁边那桌有个男的，他认识完之后，那小子上来又摸我该，你是那啥玩意儿吗？那个新飞飞，你认识什么人啊？互帮狗友啊？那一个个的，能不能醒了以后认识点好人吧？
是张彤彤家的。是我们啊，是我们呀。谢谢。没事吧？这个放过一下菲菲老师，这个垃圾会员吧。达没达标啊？二十个人达标了没？兄弟们，怎么再上一上会员？兄弟们，会员缺达一万个。可以拉一下，可以拉一下。可乐老师，替我们攻击一下新菲菲老师，我们怎么行？菲菲老师，你进来的时候，我以为你有多大的条件，多大的本事，你就是非常急不可耐的想打 PK， 结果你到第一呀、啊，你2100分啊，新菲菲老师，我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多大的厉害，今天想跟我们一些个顶流玩这种游戏，你有条件吗？你空有一些语言有什么用啊？你没有条件，或者如果没猜错的话，从进来好像从最开始听到你说要开始这一局之后，没有听到你说话吧？你还有张过嘴吗，菲菲老师？你想说话你忍一忍吧，你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本事说话，你想开口你只能是给我 shut up， 知道吗？2000分，菲菲老师，你下闭嘴吧。现在电脑不播了，怎么了？现在播的不好了，电脑卖了，现在开始用手机播了，你都烂成什么样了？感谢我父亲学出来的嘉年华，我们只是叫什么向他们说两句啊，在座是不是错？老子全是罗圈客，人家下播提现，你们四位下播干嘛？下播充电呢？一个二个上不了台面，不如去人家面馆去帮人家挑面呢。我已经告诉你了，杰尼龟，感谢我父女婿，这是干嘛？父女婿，这是干嘛呀？你叫我下播了。我是已经到了，不用介绍了，闭麦拉票吧。一分钟了，闭麦拉票，一分钟了。谢谢万多老师嘉年华，谢万多老师嘉年华。宝宝，你可以远一点。啊，不好意思啊，我想让大家都听到了，不好意思啊。谢谢。他们都听到就好了。太激动。谢万老师，谢。终于凑了一把。哎，吓死了。你这么开心，抠抠鼻子来，我也开心了。终于凑上了，是不是？等这一天呢。行行。哎呀。我这个来，等了一分钟。我拍一，你拍一，我拍一，你拍一，我不拍，你拍我，啊，你拍一，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天路，爱心菲菲老师，谢谢我们豆豆老师，谢谢我们诗雨老师，谢谢我们透明教老师，谢谢我们小小老师，谢谢我们点问老师，谢谢雪月老师，谢谢蒸点气老师，谢谢佳老师，谢谢粒子代号，谢谢 DM 老师，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大家可以解锁一下宝珠票，解锁表是吧？人气票，大家可以上人气票啊，加油！人气票助理冲一冲，冲一冲。看一下条件呢、啊，互联网每天都在变化，乾坤未定的话，你我都是黑马呀、啊。邮件我低调一点，我现在已经不是以从前的信费费了，我现在是信哥哥。OK， 那你想嘛？死样儿，你我也想这人样啊，信飞飞呀，你呀，你一天天你干哈呢？那是那个什么啊，瓜什么二厄瓜，厄瓜多尔什么玩意儿？那杰一龟老师，你们想怎么安排啊？怎么你先安排吧？我们哪能先说呀？那可能老师怎么没有用电脑吧？你是在外面吗？你是现在？我这两天出门了，我去见那个别的主播，然后一起拍视频啥的。这两天没在家。那我我安排一下那个春策老师吧，因为很久没见了。春策老师就是叫什么？春策老师不行，给我们喊个麦呢。就是最近听说你嫁了。我操，你想喊麦呀？喊不了。我多少分啊？10万来分，喊，想听啥呀？我不会喊麦呀，新菲菲老师，你这不是让我当众出手吗？会喊麦，我你是会唱。那我给你们来个善良善好吗？啊，可以。善良善呢，我叫了。
当众又又要出手啊，天天的，哎，啊，嗯，这什么动静？我把我的梦想就卖了三两三，换来了灶台上的一日三餐，熬一锅时间呐、嚼一口从前，我忽然想念自己曾经发光的少年。我爬上了屋顶给月亮那递根烟，和你谈谈我是如果得熬过了这些年呐、为了曾雄回天下呀，曾经长时短，也曾想要带着他万水千山。我的人生路漫漫呐、世道多艰难，感情就像按揭款，你早晚都得还。但是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长、你们这个长相的都喜欢用电音吗？老师，不是，我跟没有听，我没有弄好啊，怎么我自己听不到啊？我不知道怎么外边都哐哐就带地儿的。可是你这个长相的都喜欢用电音啊。啊，那建宇贵老师你来吧。哎，你这话什么话的？谢飞飞，哎哎哎哎，你怎么说话？哎呦，那吓我一跳，变脸，那不能说啊。好，行，那我们问真心话吧，可乐老师啊，好，被出个门。可以。好，我们问三个真心话，我们问三个真心话。嗯，第一个真心话，悠着点，悠着点。第一个真心话，这两天就是说，最就是说最难忘最刺激的东西是什么啊？我要什么啊？好的好的好的，非常的不错，非常的满意这个问题。好的，昨天没直播简直太可惜了，我昨天晚上就想跟你连麦啊，非常想跟你们两个连麦，昨天没连上，太可惜了，真太可惜了。发微信告诉我们一声。是啦，我们为了你开播。是啦是啦，我非常想跟你们连麦，终于有这个机会，老铁，咱也不是一个人直播了，没播你俩。行，好。第二个问题，这个就是说上一次就是就是写吻呢，写吻是什么时候啊？我没问你，菲菲老师，你啊什么？我没问你。今天早上吧，今天早上三四点那个样子。三四点呐、三四点还不睡觉啊？凌晨嘛，今天凌晨的三四点，在我们在局班啊，在局班。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就是那你这两天就是说形容一下你有多开心吧。你看我的气色看不出来我有多么的开心吗？你可乐老师都变温柔了，你没有发现吗？我去，我是因为没有声卡，没有声卡，所以就是不太习惯，没有声卡。确实就是说，谢谢竹子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只是说在酒吧，然后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然后就得惩罚。好多好多，玩的真好，真会，真的很好多。我问完了，我很问完了，了解了，了解，可以可以可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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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沉淀一下吧，各位老师，沉淀一下吧，沉淀一下吧，各位老师，拜拜，各位啊，拜拜，拜拜拜拜，走了，各位走了。哎，怎么了？哎呦我天哪！走不了了。什么？什么？三六三，扑朔迷离，是吗？说了感觉又没说。确实，但是你不能就是说太那个什么。Hello， 龙老师。梁老师，好久不见，董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要干嘛呀？哎呀，这个就是说，就是那个一下了，我再拉一下人。我拉一下，你拉一个吧，龙老师。我拉一个，你拉一个。叫什么？大家丢一人机票，人机票，机票，人机票。没人拉。
你要哪种类型的？都可以，都可以。美女啊，你们就喜欢看美女，酷酷看美女，没酷，我拉个美女进来。哎呀 ，Hello 啊，卢姐 ，Hello 二老师 ，Hello 二老师，这个谁？我们是不是卡了？你看我们拉人是拉不进来呀、啊。你拉谁啊？我拉了曾曾，但是他进来了，但是他没有进来。他进来了。完了，这把打死了，来吧。啊？哎，他退出了，再拉一次。他卡了。确实看不着他。是风果呀，是妖风果。Hello，Hello， 曾老师。哎呀，龙龙，哎呀 ，Hello，Hello。Hello。哎呀 ，Hello，Hello 是 Hello。哎呀，这把什么时候？这把颜值局。颜值局。啊。嗯，颜值局。那我们一二三四吧，颜值局。可以，嗯，我配。什么人混什么圈子，没办法，哎，直接开始吧。好，等会儿见，等会儿见，等会儿见吧，朋友们。好好，拜拜。就卖了三点三，嗯，哇哇哇哇哇，好不好看？快点说，谢谢哥仔呀。大家就是解锁一下那个宝珠票啊，解锁一下宝珠票啊，票给我们米妹拍这个啊，他今天还给我看了，他说好的小狗拍这个，是啦，是不是？但是别人的小狗，我刷到一个小鸡毛，长得好猥琐。鸡毛是谁啊？小鸡毛，你家养小鸡毛，你家养鸡，一点都不懂，长得好猥琐，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小狗会长得那么猥琐。啊、吓我一跳啊！你也刷到了，你们都刷到了吧？是吧？好火，他有好像是百万赞了吧？啊！我看的时候是几十万。猥琐小狗吗？啊，眯个眼儿这样。是柴犬吗？是小鸡毛啊。小鸡毛哦，小鸡毛，小鸡毛是柴，那个小柴犬也喜欢这个样子，这个干什么？嗯，拿耳朵一缩这样。是吧？梦想就你刚尿完，你刚刚是不是不是尿？你搞头发去了？没有，你跟我说实话。别尿尿了，你也尿尿了。对啊，我一瓶水都喝完了。你也在喝？喝了吗？就剩一个底子，你喝一口了吗？一口都没喝吧，恐怕。对，我的梦想就卖了三点三。不亮不亮，来把米米叫进来玩。我把我的梦想。听你说。听着旁边念，听着不喝水，喝水，喝水。哎，谢谢瑞拉酱，谢谢瑞拉酱的灰鸡呀、啊，灰鸡呀、啊，听听喝水。我把我的梦想，天子那个弹幕里面刷喝。完喝完就喝了一点儿，喝这么一点儿，假喝，你在假喝。谁拉粑粑了？Say a little. 我干了。你捏拉粑粑了？拉到垫子上了吗？尿垫上。谢谢罗玉兰酱，谢谢罗玉兰，谢谢大家宝珠票，谢谢大家宝珠票，现在解锁一下，我每每解锁一下我的宝珠票。我们家的小狗会拉粑粑。谢谢夏天老师，你说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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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夏天老师的小亭子。Hello，
不说了。不过西瓜。谢谢两位来经验了，谢谢大家的宝宝小宝宝票。主播没有假喝，主播已经喝完了。确实喝完了。确实喝完了。确实喝完了。新家要装净水器吗？会的。会装。我们装直饮水机。但是会装在厨房。谢谢天高天高高小鸟飞飞。明明很美是不是？你也会拉粑粑？你会拉粑粑？你怎么样的？那又怎么样？你参加比赛去呗。对呀、你参加比赛去嘛。拉粑拉，这么难打？大家是不是现在就是大主播都打实力档的了？不知道啊。确实厉害，确实很难打。老铁，没事，大家尽力就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就是大家丢丢宝。加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亚米老师，感谢亚米老师送来的。快讲点话，说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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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你说，谢谢蒸点气老师，谢谢蒸点气老师的蒸点气老师大火箭呢，谢谢蒸点气老师，谢谢，说谢谢，说谢谢宝贝。谢谢亚米老师，谢谢蒸点气老师，谢谢老魏老姐，谢谢夏天老师，谢谢白的风老师，谢谢银子老师，谢谢贝贝，谢谢天高任鸟飞嘟嘟，谢谢瑞里子过，谢谢橙子，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各位，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叶总大姐啊，特别的，谢谢天啊，谢谢谢谢。阿尼嘎尔多，没关系没关系，恭喜我们单位数第一名，谢谢大家。哎呀，主要是那个进错局了，进错局了。我刚说什么？开玩笑，开玩笑了。哎呀，这次不会生气吧？哦，不生气了，我们输了，不生气，我说什么？来吧，来吧。那、哎、行，那我罚徐梦荣唱个歌。干、我屁事，我是第二。你看，哎，我跟你讲，一般就是一般，你夸他漂亮或者干啥的，他反应贼慢。说你让他做个丑罚，反应老快了，你知道吗？哪有？啊，龙姐，你罚谁呀、啊，龙姐？我罚这个贼尼龟。好嘞，龙姐。展示个才艺，咱看看。你抱你们两个抱这个小狗，走个秀吧。抱小狗走秀，好、哎、行。这啥小狗？这狗叫啥？马尔基斯。我马尔基斯名字名叫米米。米米。行行，这狗是跟我的马尔基斯长得有点不一样。是吗？你他刚他才三个多月。行行，快走吧，快走。快走，我走了，拜拜。我先走了。二老师，你要不先罚子子，我们找些音乐啊。行，那走走。来个撒娇八连，很魅惑的撒娇八连，可以，哎，来走，正中下怀，兄弟，就是撒娇死，就是夹死那种，明白吗？知道知道，我你想不想看见面夹子？啊，胡总怎么吩咐胡总？嗯，直接来个见面夹子，就是动表情要纯欲，声音要夹，懂、就是、要大懂、我专门干这行的，你放心的，走。专业对口，专业对口。走了，话不多说了，再说多了就多余了。来，好，来了。Fake it, fake it, fake it. 哥哥，好棒吗？哥哥，我求求你了，哥哥，你最好了。哥哥，你最好了，给我买一个小包包。哥哥，好不好嘛？就你了，你最好了，你最好了，彻底疯狂。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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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连我呗？非常，非常不错。Thank you， 谢谢，献丑，献丑。家人们，声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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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主。龙姐喜欢看走秀啊，龙姐。嗯，我喜欢看走秀跟接吻。他喜欢看什么？什么？喜欢看什么？没事，快走吧。龙姐喜欢看什么？龙姐喜欢看什么？龙姐专心看别人演出，真是。
这口人咋的？这是干啥的？我姐不喜欢吗？很喜欢，谢谢，辛苦了。好，辛苦了。哎呀，这一看就亲生的，很像，嗯，很像，一看就亲生的，很像，很像，嗯。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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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嗯，走了，走了，下次再玩，拜拜，拜拜，拜拜。哎，退不掉呢。后挂的是小狗啊，后挂的小狗。李明星第一次走秀，李明星第一次走秀，我们明明很厉害的，是啦。明明是不是困了？感觉没什么精神。哎，又放屁了，总感觉又放屁了，抱回去吧，感觉累了的。刚刚是不是拉气了？嗯，啊，原来是拉气了。哎，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老铁，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美美第几啊？第四，第四，是吧？第五。哎呦，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了，非常厉害了，非常厉害。有回音吗？嗯，什么？第四是不是？可以啊，非常厉害。敏敏来说，谢谢大家。困了，困了，小宝贝。宝宝困了，困了，宝宝。就困了，宝宝。嗯，睡会儿吧。啊，我耳机掉了，我耳机怎么这个样子？嗯，臭宝宝，臭宝贝，哎呀，嗯，你臭宝宝，嗯，是不是臭宝宝？嗯，困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困了？嗯，真心话，什么真心话呀？就那三个问题是吧？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这两天就是最让可乐老师开心的事情。我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啊。什么事情？这两天这几天最让你开心的事情，最让我开心的事情是米米拉粑粑拉到厕所里了。你呢？最让我开心的事情，因为可乐老师他是就是这两天他出去玩所以他开心。对，我你问我这种问题，我每天都很开心啊。哦，吓我一跳。对啊，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我每天都很开心。哦，是啦。什么呀，听不太懂。我每天都很开心啊。刺激的就是有什么刺激的事啊？刺激的事情啊，刺激的事，嗯，这两天没有什么刺激的事。有什么好刺激的呀？不知道。这两天没什么刺激的。最刺激的应该就是矮子里边拔高个儿 啊，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去看了个电影，后边有四个人嘴很碎，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我就很烦，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我说他们好烦，然后说的时候我亲了他一口，我亲完之后我发现其实他们从后面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他们从后面可以看得到前面两个人是在干什么。 Really？ 嗯，但他们真的很吵哎，真的很吵，紧在后面说话，那个电影演什么他都要提前五分钟说出来，你看你看你看，一会儿他们就打架，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他死了。我说我要你说，你都看过了，你来看什么？就这个吧，因为没有任何刺激的事情了。最近啊，不用这两天，最近最刺激的事情啊，我知道你们想听什么，我也知道你们想听什么，对，但是我们确实没有，也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哎。怎么没声了？麦掉了，没电了。麦掉了，麦没电了。哦，插那个吧。插那个吧。我们听不见，只是我们听不见。只是我们听不到，只是我们听不到啊。好的，老铁，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就是确实是比较喜欢在家里，所以就是没有什么，就是
很刺激的事情，你知道吧？就是我们也不怎么看小说，因为比较在家里，就是在家里很安心，也没什么刺不刺激的。也不是说比较传，是比较传统。哎呀，我们俩也没那么传统，我们俩也不是吧，也不是吧，就是喜欢在家里。对，男友衬衫有穿有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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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穿有穿。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啊，事前事后穿，事前肯定是，那肯定是事后都穿呀，穿有的是。平时也会穿啊，中间可能不穿吧。事前事后都穿，就中间可能不穿吧。中间确实不穿。对，中间有什么好穿的？中间没什么好穿的。有时候会穿个背心，但很难受，就脱了。你别听了，他们都喜欢听一些污言秽语。很正常。你还小，你还小，污言秽语，你还小，你不能听了。我们的爱情是神圣的，确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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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跟你们详细讲一下，确实。我没放歌呀，没什么刺激的，这还好吧？最刺激的应该就是我们在泰国，在普吉岛的时候，下着大雨，然后骑那个车啊。因为那个路上很多车，然后下的雨又很大，嗯，我们就着急想回去。然后就是那个雨一直打在我的脸上，就是很痛，但是我们就是那样骑，又害怕又刺激。嗯，这算是刺激吗？也没有必要非要往那个地方靠吧，这也算吧。嗯，这也算是。嗯，关灯还是开灯啊？关灯，我们一般比较习惯关灯。然后就是那种昏暗的灯光，对，昏暗啊，不喜欢大开着，也不会全黑。对对对，就是开一盏台灯啊，或者怎么样的，你知道，就是有氛围感嘛。是看那个电影啊，看电影，我说看电影啊，官方，对啊，官方，我说的是我们两个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们会开一个那个投影仪，对，哦，开一个那个台灯啊，开一个台灯，然后那个就是看电影，嗯。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上一次亲嘴舌头亲嘴是什么时候？上一次是直播之前吧。刚刚游泳去游泳，直播之前我们不是去游泳吗？嗯，蒸完汗之后不是一起洗澡吗？一起洗澡，就一起洗澡亲嘴不过分吧？对啊，一起洗澡亲嘴不过分吧？对啊，不过分吧？就这了啊。没歌了。OK。一米在破坏衣服是？没有，就是玩。我有一根线掉出来了。就是咬那个线。刚 PK 没有亲嘴呀，啊？刚 PK 有亲嘴吗？啊，我亲了一次，亲嘴，亲了一次。没有伸舌头，没有伸舌头。然后，舌头打架，舌头打架。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描述一下这两天的状态。哦，好像是的吧？想听吗？想听吗？我都知道你们说什么，什么？很累，这两天吃的监工啊，然后就是跑装修啊，然后就是什么事情，就是你像装修，它不是说，哎，我列个清单，我是一件一件事情去办，它不是很多突发情况，就你可能这段时间你需要把这个很快的确定下来，但是你又没有完全没考虑，对吧？不让他咬了，在听吗？很疲劳，是的。在听吗？在听。哦，我在听你说。好，就是很多计划外的东西吧。对，很累，很疲劳。但是因为有米米吧，又挺快乐，但是又疲劳，因为得给他擦眼睛。嗯嗯嗯，米米。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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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好啦，我给他买了个磨牙玩具。他让我们俩出门，让我们俩出门。他让啊，他让啊。那，啊，我们出门，他去睡觉了。嗯。我在不说呢。
其实我这个东西我跟你们说没意义，我真不记得了。什么第一次说我爱你的时候，老铁，我真不记得了，真不记得，不是说我骗你们啊，就是我编一个给你们听也没什么意义，是吗？是吧？聊天的可能还能着到，你说就是当着他面说我爱你，你真的记不住了。你就算是说我们两个做那种不正经的事情也做了那么多次了，怎么可能头一回都记得？确实是的。对啊，也不是说就是那个什么，也不是说我干嘛，我过了几百天了我还记得我第一天事情什么什么的。确实，我说的是一起玩啊，真不记得了，真不记得了，太久了太久了。聊天记录里的第一次爱你，我爱你啊。聊天记录里的第一次我刚刚找到了，是吗？大家想知道吗？你不会给大家讲一下吧？我看看，第一次我爱你就是说我给他发了一个视频，然后我在下面说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这是我们第一次我说在聊天记录里面说，2021年6月9号。还给我发了个蜜雪冰城的那个视频了，你爱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嗯。真的，我没骗你们。真正的第一次说我爱你啊，你是我宝贝，是6月20号。6月20号。对，我说晚安，我的宝贝，我想你。然后他说我爱你，然后就睡觉了。对，然后我第一次说是6月22号。为什么现在每天脸上都写着我有老公，哈哈，我也爱你，我不能说我爱你，么么。谁发的？我说这谁发的？我说你发的。我说我每天脸上写着我有老公，然后对什么，我对其他男人过敏。他说除了我不可以对我过敏，其他男人都要过敏。我说是的是的。然后我说我爱你，然后说我真的好爱你。也不恶心吧，就是不相信自己，就是会说出这个。好的话，哎，我现在真的不愿意，就是，不愿意说第二遍。你是你在这里坐着说呢，说你这是他这还是在聊天记录上 说，你他这还是在聊天记录上说。但我们就是说话，你还说你现在你不说，你说话你说宝宝，我真的好爱你宝宝，这也不是很，这有这两三天前的事情了吧？你只是发不出去，你只是就是在手机上。你现在那时候异地，你打字，你现在不异地了，你打不了字了，你这只能说出来，就说出来，抓出来，说出来。叮叮叮叮，还是说，我不相信自己会说出这种话。晚上的时候，老婆，我好喜欢你呀，你怎么这么可爱呀？老婆，你这是头发不来？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山水间歌声回荡，他没咬我的耳机，没咬我的耳机，咬你的了，咬你的了，把它。别的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拔过去了，给他了。每天都很那个什么的，每天都很那个肉麻的，我们两个。现在我们又不唱歌，听到声音就行。每天都很肉麻的，老铁，但是还好。虽然肉麻，但是我很喜欢。
好。我们两个就是前两天跟你们说，我们前两天在那个跟就是搞完了之后，和那个黄女士，就是我还有胡大哥，我们去看了个电影，是吧？看了个私影，叫什么来着？那个电影？致命感应。致命感应。还可以，还可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呢，就那亲嘴啊，这看电影在那亲嘴，他现在没咬了。看你这亲嘴，然后那个黄女士，你别亲了行不行？我看恐怖片，你他妈得亲嘴，这不要再亲了，不要再亲了，我吓死了。我很想问，我说你们平时不亲嘴吗？大夫了，管这么多。可是还是就是说，还是会亲啊，就是说，虽然他这样。虽然他骂我们呢，但是还是会说呀。越骂越亲，越骂越亲啊，越亲，就是天生反骨，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说啊，我说咬，我跟他说，我应该跟他说，嗯，我说你有本事就是你也亲啊，你没亲嘛，这不亲不让别人亲，自私。那天好搞笑，跟大家讲一下。哎呀，我这里吃饭，然后那个第二天是清明节假期嘛，嗯，对吧，嗯，然后胡大哥说那个明天要出去打球，跟那个黄女士说，嗯，黄女士脸一下就瘪了，这样也瘪了，带着恨。你一个人去打什么球？对，你一个人打什么球？要是我去练，我去练习。我跟大家说是什么球啊？台球。他是这个样子的桌球。对，他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问他，我说胡大哥呢？黄女士说他去打球去了。我说哇，好阳光的男孩。讲过这个故事了，好像，哦，讲过了是吧？好阳光的男孩，打篮球，天天打篮球，打台球，啊，减肥，是不是为了结婚，为了准备这个拍婚纱照、拍视频，在两个人一起减肥呢？不是都打上球了，是不是？我说我改天我也可以去陪胡大哥一起，我一起去操练一下，是不是？嗯。结果一听打什么球？桌球，台球，台球。嗯嗯嗯，继续打，继续说，继续说。去打，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黄女士瘪着个脸，胡大哥说：“我明天上午去，怎么样？”我回来你正好起。我明天上午去，我回来你正好起床，好，不影响咱们下午追剧。可以，可以，可以，没有问题。你打扮很好奇，我很好奇，我说胡大哥怎么这么爱？为什么要打台球呢？啊，而且没有人为什么要自己去啊？对啊，结果他们说那里参加一个比赛。他说胡大哥，我们问那个胡大哥，我说，嗯，你一个人去打台球没意思啊？你平常都是找人一起去打台球，是不是？啊，你没意思啊，一个人。他说我去练习 ，practice。哎 ，practice。我去练习。我说练习。我说你要是参加什么比赛吗？参加什么比赛？他说对。我们那里很拽，搞了一个比赛，第一名有钱有米。我说什么？我说多少米？他说五个 W。我说哇塞，老铁！他们是不是说拿了这笔奖金要送我们一个什么大冰箱？双开门大冰箱。他说我要是拿到这个奖金，我送你们一个冰箱。到时候我把地址发给你们，都去助威，好不好？我马上跟黄女士说，我说让他去练，让他去，放肆去，放肆去练，我可以陪练。无所谓了，让他去练了，嗯。我说那你们那个地方之前有搞过这个比赛吗？搞过这个比赛？搞过。我说那你就是说第几名呢？就是你第几名，最后第几名？他说沉默了许久。当时气氛有点尴尬。对，当时气氛有点尴尬。嗯，我说你到第几名？他沉默了许久，他说我第一轮就被淘汰了。所以才要练呐！我说，我会一点儿，但我打得不好，我一个都打不进去，我只是会抽球，也就是会抽。我也是。对，抽。他们说，他们那几个胡大哥那几个男孩子啊，就他们几个喜欢打那个台球的男孩子，在那个地方都充了好几千块钱了，好几千个米，好几K 的米，所以都要去参加那个比赛，然后去把这个米赚回来。我第一轮就淘汰，到气得明明咬了一口吴老师的胳膊。我去投入还挺多是吧？我也是这样子想的。是啦，我去练，老铁，我真不会。我当时我说实话，我还真想过，我说如果他真的拿第一名，我们冰箱就不用自己买了，我还挑一个多贵的呢。是不是5万？我们起码挑个10000的吧。
这么好的朋友，啊，这么好的朋友，对啦，只能说是错付了，好吧？错付了，没什么错。错付了，人生嘛就是这个样子的，嗯，就是嗯一下子开心，一下子又就是说跌入低谷，什么都要尝一口，嗯，跌入低谷。怎么那么好奇呀，宝宝？不过他们俩跟我们一样，他们两个也喜欢一起看剧。嗯，我们俩最近看了很好看的剧《白莲花度假村》，好好看，推荐大家去看哦。但是第二季我个人觉得有点烂尾。对，第一季蛮好看的也。对，《白莲花度假村》啊。万一呢？万一？哦，什么万一，啊？万一他拿了第一名呢？哦，对，我们也不亏。对，他拿了第一名，我们也不亏。对，早上倒是签了合同。我如果取得了大赛的第一名，我将送给吴绮莉 and 王俊杰一个价值多少米的双开门大冰箱，冰箱然后签字画押，确实，对吧？确实，什么类型的剧？那种悬疑，悬疑就是悬疑戏剧，你算计我，我算计你，猜来猜去，猜来猜去，嗯，表面上是好朋友，私底下。恨不得把他杀了，就我们最近在看，嗯，美剧，是美剧啊？对，不恐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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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看那个叫什么？看了两集啊，斯泰，嗯，对，看了两集。第一集看的时候跟马赛克一样，吴老师说你这个找的怎么这么糊啊？我说可能是太老了，我说这可前两年的片子，糊一点应该的。啊，看完之后好不容易忍着这个糊看完一集，第二集我说我要不这换一个资源看看吧，如果还是不行就算了，换了一个老高清了，感觉是 4K， 感觉戴了眼镜，戴上眼镜了。看黑暗荣耀是吧？黄女士看完她说很好看。嗯，我们俩老是，我们俩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要一起看韩剧永远看不完。嗯，是每次都看个两三集就不看了。嗯，就再好看都是看个两三集不看了。但是我以前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其实能把韩剧看完的。那当然啦，你现在是两个人了，然后你这个就是你注意力要在我身上嘛。确实，吴老师老是骂我。有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那个床上看剧的时候，一起看电影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就，哎，他说你能不能好好看电影？看电影就看电影，每次都搞七搞八，什么时候才能看完这个电影？我问你刚才讲什么了，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啊，你说。我说你让我摸一下，我就说，哎，你就这样啊，每次这样，每次看个电影也这样，防贼似的呢，都躺床上看电影这样。那你一个人，你以前一个人的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这个样子吗？对呀，啊。你摸谁？一个人的时候，我说，哎，房东过来，房过来，摸屁股。房东是不能骂你，他要骂你早骂了。家里要提防着，我跟你说，在哪里都要提防着。人，他在什么时候，他都要保持一颗。没提防住，看到没有？老铁，破绽，有的时候破绽只在一瞬间，你道行太浅，还要练，是不是啊？你看，你看这边，这边又，你看，你看，都是破绽。我跟你说，我很厉害，我现在已经完全练出来了。你的防御已经对我没有用了。你看过 Lady Gaga 的 MV 吗？什么 MV 啊？水果姐的 MV 看过没？什么 MV 啊？我只看过那个。我就搞个铁胸罩。哈哈哈哈哈哈 ！Amy 的 MV 看过没？麻辣鸡的 MV 看过没？我看过迷你。急死了！有的人就是人，他时刻要保持一颗警戒的心，你知道吧？哎，掉下去了，起来，抓着人家屁股，很累呀，很累，就是确实是很累，就好像是那种，好像是那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好像那种明明就是说你走路。你知道前面有一坨狗屎，但你非要踩上去那种感觉，就你明，啊，明知道前面有一坨粑粑，啊，但是 你说我是粑粑，但是避不开。你说我是粑
你喜欢拉粑粑？哦，真是。你是粑粑王，你也是粑粑王，他是粑粑米，你也是粑粑王，我不是，你是粑粑屋，我不是。他现在怎么又开心起来了？刚刚还挺困的。嗨了呗，整嗨了。嗨了呗。怎么这么可爱的宝宝，长得。为什么不给摸摸？老铁，你问问你自己呢？你能随便给你？我拦着你的手。就算是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能随便给他摸吗？他摸你是不是要给他一巴掌？就算是你的随便摸，你看我咪老公或者老婆，是不是？你随便摸，肯定一个巴掌上去了，是不是？米米是可以随便摸了，米米是你说可以，你骗自己啊，那是你愿望吧？可以可以，少攻击别人，你那是你愿望吧？放下助人情节，你许愿尊重他人命运，你许愿不要在我们这许，你去那个谁直播间许愿，许愿他可以给我摸吗？摸吧，我现在就去看。Thank you. 但是就是他还是我可以随便摸，你可以就是可以自己就随便摸摸自己男朋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只能允许我摸摸。一会儿电我先去了你、我已经放弃抵抗了。你什么放弃抵抗？你享受吧你，老帅！你很享受是不是？你说这话，我这才叫我这个心的话已经透露出来。我这个才叫真正的抵抗，你们知道吗？你出了抵抗鞋？对啊，我出了抵抗鞋。有什么用？我这才叫真正抵抗。你那什么，那什么抵抗啊？你肯定不是抵抗了。你一旦你松口了，那就不是抵抗了。我跟你讲清楚。来抱回去睡觉吧，困了。米公主困了。去吧，困了，宝贝。玩一会儿就犯困，玩一会儿就犯困。阿本吃，走啦，再联系啊，拜拜。走了哥，给他唱首歌吧。表现是不错，什么？尿到他沙发上了，今天。我是你。哦，我？为什么？先走了，听不着。先走了，这位帅哥，今天你的表现很不错，我很满意。哎呀，下次还找我，下次再见吧。下次还找我，我是二十三号，哥，我是23号。你是23号？对。啊，你也在这上班？对。哎、啊，你也是上班的呀？我是按脚的。What？我主动洗手了，我闻了，你闻了、是不是香香的？是不是香香？你没洗手。又怎么样？你没洗手，我洗泡泡了。我洗泡泡了，你闻，我洗泡泡了。什么？睡起吧吧，叽里吧里。一摸我，哟，你在说什么呀？哟，一摸我就来感觉，是你自己说的吧？说什么？我天天在这直播间里，说一污言秽语，把都抓起来！不是我说的呀，怎么可能是我说的？没有什么呀，我没说什么呀。你撒娇吧脸，我的 soul。
百度怎么什么都搜不出来啊？有人以为你我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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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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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摸摸，这是什么？给我摸摸。你自己说的？怎么可能是我说的？他说的什么？给我看看。你在说什么？少说这些。Don't wanna middle like you would little 摸摸肚肚行吧，摸摸肚肚。哎，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他没有，他没有。哎，摸摸肚肚，我摸摸肚肚，我摸摸。来一下，我摸。你干什么？我摸摸。现在是公共场合。Like you a little。那卡点的音，卡点的音乐叫什么名字呀、啊？那个噔噔的噔，噔的噔，噔的噔，噔的噔。在说什么？在说什么 ？Fake。现在的弹幕怎么延迟不严重了？因为没人了呀。哦，不好意思啊。我这人有时候。脱口而出，说出一些什么话？那他们是什么？不是人？哦，我说的意思是没人发言了，该发言的大家都发言完了。哎，踩着耳机，老问这种话，老让自己受伤。容易受伤的女人，哎呦，全是鸭哦！知道了，知道了，是吧？知道了，知道了。Fake， 听一下吧。你们是鸭，这都不知道。你们是鸭，米米是狗，我是人，他是猪。一会儿，我改我。太脏了，老姐，太脏了。不能让大家听到。脏的我受不了。我是新开个号，我叫王老师和他的动物园。什么？全家就你一个人，就我一个是人。来吧，你先来吧。我来说。我们罚？不是我们罚的。你天天骗我。我们是被罚的。天天骗我。老子。我才想起来，我说是谁做的了？不是我罚的。表演什么？好不好嘛？该你了。求求你了，你最好了，拜托拜托。还有吗？爱你哟，行不行嘛？我好像吴老师。哦，人气要吗？哎，怎么你的笑容消失了？而且笑容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吴老师没有笑容了。我就有了，我下，我杀了你！看看怎么搞啊？这是什么？我脸变大了。这是什么？锁定我们两个人。没锁定我呀？啊，锁定的是我，不好意思。他怎么那个是什么东西啊？那个真的在哪儿啊？可是我耳机摘了，我听不到那个呀。哎，那个运镜在哪里啊？那个，这个。Don't want a middle like you a little， 这个好卡哦。我就听不到音乐了，带一个吧。嗯。夏目漱石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这个奖励，为什么要做？哎呀，你想听嘛？那怎么办嘛？那下播死！我给你唱 BGM， 把歌词给我打开来。现在呢？哎，现在有吗？All about. I got wasted learning how to let it out.
听得不是很清楚啊，那没办法，老铁，可能是啊、可能是音乐太大声了吧。sorry。哎，他主要是音乐有点大，主要是干什么？主要是他米老鸭撒不出来，确实不能怪他，确实米老鸭撒不出来。老丈人平时从来不撒娇，他平常对着我才能撒出娇来，他是不是对着米老鸭有什么好撒娇？真是了，撒不出来，撒不出来。我会撒尿，我想去撒尿。啊，一点声音都听不到，那好可惜哦。嗯，我配一个吧，好不好嘛？结束，结束，阴阳怪气抓起来。卡了是没办法，卡的就是因为那个特效太卡了，所以应对这个办法，应对这个情况是怎么搞？就是不搞。骂鸭八连来一个，哦，这我行啊！遇到困难，咱们是不干嘛？睡大觉。这我可以啊！来，你过去。我去哪？啥买了呀？什么呀？睡不睡觉就知道问，不许问了，看什么？不许看，不许说，出去打工。哎呀，刚刚都是开玩笑的啦，都是就是说一个节目效果了。没有，就是说，没有说这个就是那个的意思。对了，嗯，哎呀，就是说节目效果，节目效果都是节目效果，节目效果，节目效果。对啊，为大家点一首歌吧，好吧？好，我为大家点一首歌吧，行不行？什么吧？我知道大家现在的心情，寒心所以。真正的心寒，所以我为大家带来一首就是能反映大家心情的歌曲，好不好？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不开心。
你可以等我，以前我不懂得，未必明天就有以后。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当你爱的歌会痛，看你的心会痛，连沉默也痛。遗憾是会呼吸的痛，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后悔不贴心会痛，恨不懂你会痛，相见不能见最痛。痛啊痛啊痛啊，寒心，心会痛，连沉默也痛。遗憾是会呼吸的痛，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后悔不贴心会痛，恨不得你会痛，相见不能见最痛。我发誓不再说谎，多爱你就会抱你多紧的，我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你在就好了。我发誓不让你等候，陪你做想做的无论什么。我越来越像贝壳，怕心被人触摸，你回来那就好了，能重来那就好了。我刚刚是在干嘛？触摸你的心。心在哪边？左边还是右边？这左边。什么意思啊？不让碰心。谢谢诗雨老师。谢谢诗雨老师，感谢诗雨老师。小猫咪，小猫咪卡人了，现在没有成都人，你还卡我的人？抖音，我们只有3000人还卡我们啊？抖音，你说是啊？大家重启，把那个后台关掉试试。来关一下。别走，你别走。努力的进来了。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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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可以怎么唱的，我可以前面怎么唱不知道，好听就是心有点痛啊，怎么没事，你自己摸摸就好了，不是说让你摸摸，我说让他自己摸摸自己的心，你说了摸摸就好了。Sorry， 只对你有感觉。啊、哦，这个我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寄没有地址的信。
寄好痛没有地址的信好痛这一句念出来怎么一个人呢怎么我没有穿反，你衣服才穿反了。谢谢牛奶老师，谢谢牛奶老师，谢谢牛奶老师的小小自行车，谢谢，谢谢，谢，哎呦，一秒钟我就忘了。你。
你想看不见老师，谢谢。哎呀，一秒钟，不好意思，最近记性不是很好。谢谢看不见老师的小亭子。谢谢洛伊里，谢谢洛伊里老师。刚才还说了个什么歌？只对你有感觉是吧？哎呀，我先唱一下这个吧。嗯，有没有那个？听一下这个。讲几个调，唱不上去。谁的？这瓶盖不是我自己拧的。周杰伦，真正的公主。周杰伦拧的。十个。真正的公主都不需要自己拧瓶盖的。的尽头，风是不是？重新给你找掉。风尘经过，风倒影没在寻常人家。怎么样？就掉？可以，重新来。我要听完整版。我会的，我好像听过。
人如临水临风散我去，只为你这样。你回眸多娇，我泪中带笑，就召集风筝，剪出桥恩怨了。有几句不会唱了，唱得好，因为我听的是那个版本，有个中国好声音的版本，他这不是那样的。嗯，唱得好。谁老公唱歌这么好听啊？你的默契。哎，谢谢小林姐，刻在心底的名字。哎呀，可以可以，一会儿唱一会儿唱一会儿唱。感谢刘乐老师，谢刘老师送的小亭子，谢谢季文老师的快乐的小小这是什么气球？谁的老公啊？谁老公啊？不解的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真，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精神，花挑错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微笑再美再甜，都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玩得再疯再野，你的语言我就收敛，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
二十二个月快乐。哦，是谁过二十？是谁？再过两个月就一年了。是谁？再过两个月就一年了。是谁？再过两个月就一年了。是谁呀？不会是我？不会是我们吧？我想吧。谢谢雷兰建老师，谢谢完了，谢谢一文老师，谢谢一文老师。是谁呀？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呀？怎么才22个月呀？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一年的光阴又走过。谢谢亚米老师，谢谢亚米老师，谢谢当家。谢谢不失业，就是我们两年啊，该不两个月就两年了呀。啊，两周年，谢谢。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刚刚说的是什么？刚刚是两年吗？谢谢甜瓜老师。我是谁？再过两个月就两年。我也不记得，我说的什么？谢谢甜瓜老师，啊、谢谢陆江的瓜老师啊。我想的是又过一年的意思。哦，口误嘛，口误。谢谢大爽老师。哎呀，谢谢大家。蹦蹦的谢谢诗雨老师，谢谢心花烟雨雨，谢谢大家的小星星，谢谢、哦、我们都讲的是一年时间太快了，谢谢阿卡老师。是谁马上就要过两年了？是谁马上就要过两年了？是谁马上就两周年了？谢谢 Darling 老师，谢谢 Darling 老师，谢谢 Darling 老师的幺三幺四。一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歌，在22个月的今天，送给我的老公，也送给我的老婆，还有刘老幺，别送给他们了，好吧？你就是我刻在心里的名字。那让我摸一下心，好不好？不能。决定了时间这回事。
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里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继续翱翔，还有我为你坚持。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谢谢大力老师，谢谢大力老师的腰身腰身。谢谢各位，蒋老师，谢谢，谢谢瑞兰姐老师，谢谢小林姐老师，谢谢微醺的可乐老师，谢谢亚卡，我来念吧。杰林永远热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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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音炮。大家今天早点睡觉哈，早点休息吧。那我们就下来了，我们明天要早起呢，忙碌的很喽。别听了。但是我明天肯定还是要小小的去吃一个美食的，就想庆祝一下，小小的庆祝一下，小小的过一下节，是不是？谢谢 XJY 老师，谢谢 XJY， 谢谢大家，谢谢呀，谢谢小燕儿。谢谢亚米老师，谢谢豆豆老师，谢谢郑点七老师，谢谢诗雨。喝水，想到喝水，没事，一会儿。谢谢七不老师，谢谢微醺的可乐，谢谢老魏老姜，谢谢后退腿，谢谢刘磊老师，谢谢琪琪啊，谢谢 JM， 谢谢 LZ， 谢谢月星，谢谢 Even， 谢谢爱吃甜瓜的 K， 谢谢接灵接灵，谢谢小玲姐，谢谢熬夜冠军要早睡，谢谢双鱼姑娘，谢谢丫鬟子，谢谢罗伊里出国，谢谢罗氏混子，谢谢静晚，谢谢 Darling 吃面，谢谢抹茶冰淇淋，谢谢橙汁小溪，谢谢夏天，谢谢朵朵云，谢谢爽爽，谢谢。大姐，咪睡觉，睡觉，咪咪睡觉了。刚刚这样。晚安，国伟。晚安，老铁们，拜拜。22个月快乐。搞这些怎么？拜拜！看到没？那你说。